这要甩下来算谁的？这胆子也太大了。走路堵，我还第一次遇见。因为我接得住你，接得住我吗？可以。沙滩就可以照快艇。这个经济下去。路上，我在家待着不好吗？靠里走啊！知道了。然后就你要放下身段，连手脚并用，滚都可以滚下去。手脚并用，这都是谁开发出来的？我天！我有点话。啊，可以走，你先走你的，你先走你的。OK。你不用爬这么多干什么呀？就刚才走。对，踩一个一个的坑就可以了。啊，我要等我。就这一段，这是最难的一段路，后面的没这么难。上面啊，对你先踩稳，踩稳以后上面有棵树，你把手伸过去搭树，对。把另外一个手给你哥们儿。没事，攀岩一样。终于下来了，不烂。我周一到周五累我了吗？好伤眼似的，是吧？哎我去！穿越东西冲，好多人啊！放开之后人特别多。这边应该不用爬手链了。我去，那人怎么爬那儿去了？你接不住我就麻烦大了，我跟你说。你接不住我，等会一闪过旁边，你滚下去。不是卡这里，刚刚那里啊，一个在那拍照，在那里不动，你咋不卡的？拍照啊。后面你给他一踩踏踏。堵车了吗，大哥？前面出了什么事？啊？堵车了吗？这胆子也太大了。这就有点堵了。太牛！这要摔下来算谁的？ A few moments later。还有冰水冰眼镜。Later。 我说这三年从来没看到这么多不戴口罩的人在一起，大家真的是憋久了。小周天念咒加指诀。
小神仙，推过九宫图，演过李振前，频道我通晓天文地理，上下这五千年，拜过三清祖，别过了龙虎煞，小到我走南又闯北，修行在天地间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打好地点为啥呢？是吧？嗯嗯，不想吃了，自己弄饭。你来这干什么？嗯，咱们的饭要熟了。在广西吃的海底捞自热火锅，味道不错。嗯，巴适。喂，来一个环绕，准备回去了。杨国龙是吧？还在等一个人，那大哥还在海边没回来。老铁，您来了没有啊？你下来了吗？你们谁也不是一起的？看我这个，来了没有？看我这个脚，两次进海水里。阿进阿迪达斯，这水泡了，看我的裤腿全是盐，进水。今天最惨的就是掉水里的一次。东西冲穿越之旅结束。多久能到啊？拜拜。看到有很多人排队。拜拜。